同学们，大家好，今天我们来学习多国多方的安哥拉内战。2002年4月4号这一天，安哥拉的首都卢安达，到处是一片载歌载舞的景象。为什么？因为持续了27年的内战终于结束了。这是一场当代历史上最漫长、最血腥的一场内战。在这场内战当中，有150万人死亡，400多万人沦落为难民，是一场血腥残酷的内战。那么，这场内战为什么持续了这么长的时间？它究竟给安哥拉带来了怎样的影响？今天我们就来一起来学习这场安哥拉内战有关的内容。那么说起安哥拉内战，我们还是要从美苏两个国家为什么要争夺第三世界、争夺亚非拉的民族解放运动说起。我们知道安哥拉内战是一场多国多方参与的内战除了安哥拉国内的这些政治派别之外，当时的世界的两个大国，美苏和当时的南非、古巴都卷入了这场战争，一场多国多方的内战。那么，美苏为什么会卷入这场内战？我们要从战后美苏为什么要争夺第三世界争夺亚非拉的民族解放运动开始说起。那么，实际上在二战结束以后，斯大林对亚非拉的这个民族解放运动或者说是反殖民的斗争并不看好，因为他并不相信在他的打心眼里并不相信这些国家、这些落后的国家能够成功的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因此他并不看好，因此也没有把亚非拉的这个民族解放运动作为一个苏联对外政策的重点那么到了赫鲁晓夫上台以后逐渐做出了一些调整赫鲁晓夫认为苏联不应该被动消极的等待这些亚非拉国家送上门来，应该主动出击因为苏联应该在这些国家的独立运动当中发挥自己的影响力，这是赫鲁晓夫的一些想法，而且他付诸了行动。在当时的对当时的这个苏联的政府部门和研究机构进行了改组比如说在60年代，苏联科学院就成立了非洲研究所，成立了拉美研究所苏共中央还成立了专门的这个国际部和对外联络部，来加强对第三世界、对亚非拉国家的这些联系。面对着苏联在50年代以后，加强对第三世界、对亚非拉国家的争夺这样一种态势，美国人是肯定是不自甘落后的那么，实际上从1949年开始，比如说1949年的1月份，杜鲁门就在他的这个就职演说当中就提出了第四点计划要向那些落后的没有能力阻止共产主义渗透的国家提供美国的援助。那么，除了杜鲁门这个第四点计划之外，实际上，美国也有一些在美国的高校高等教育机构当中，也有一些学者专门从事第三世界的地区研究亚非拉的地区研究。那么，他们也是试图从自己的角度来提供给这些亚非拉的国家在民族解放、民族独立的过程当中，提供美国的现代化模式走向现代化的方式，那么这种道路比如说在1960年的时候哈佛大学的学者沃尔特·罗斯托就曾经出了一本书，叫做《经济增长阶段论》，副标题是《非共产党宣言》。
啊，大家从这个《非共产党宣言》这个副标题就能看得出来，这就是针对苏联啊，就是针对社会主义的啊，因为在他们看来，在亚非拉有很多落后的国家啊，没有办法抵挡共产主义的诱惑啊，只有美国的支持和援助，才能够使得他们啊避免误入歧途。美国也是在这个50年代以后啊，加强了对亚非拉的援助啊，特别是亚非拉的民族解放运动的这种干涉。那么回到非洲，回到安哥拉，实际上非洲并不是美苏两个国家的势力范围。我们知道，非洲一直是传统的西欧的，像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啊这几个传统殖民国家的势力范围。那么二战以后，我们知道这几个国家都因为战争啊实力相对的下降，因此美苏两个国家就看到了机会啊，希望取代啊欧洲这些前殖民列强啊，成为影响非洲事务的主要力量。安哥拉地处非洲的南部啊，一直是这个葡萄牙的这个殖民地啊，那么一直到实际上一直到75年啊，一直是葡萄牙的殖民地，而且在反对葡萄牙殖民者的这个民族解放运动过程当中啊，安哥拉实际上内部形成了不同的派别啊，因为围绕不同的这个族群之间形成了不同的派别啊。我们大致上介绍有三个主要的政治力量啊，政治派别，分别是什么呢？分别是在卢安达地区啊，首都卢安达地区以姆本都为主的这个组成的叫做安人运。这个政治派别叫安人运，安哥拉人民解放运动。那么他的主要的领导人是这个内图啊，叫做内图。第二个政治力量派别就是在卡宾达省啊和呢和这个安哥拉北部以这个巴刚果人为主组成的叫安解镇啊，简称安解镇。那么全称是安哥拉民族解放阵线啊。那么他的这个政治首领叫做罗布托。第三派是以这个奥文本都人啊为主的组成的啊这个政治力量，那么叫做安盟啊，就是争取安哥拉彻底独立全国联盟啊，简称安盟。那么他的这个领导人是萨文。那么这三派力量是主导安哥拉当时在这个争取民族独立、民族解放运动当中反抗葡萄牙殖民统治的这个。